最近我们缺水，世界各地，台湾呢，尤其现在整个超叙郡的到来，让我们了解到一滴水的珍贵。人没有水活不了，但是在华严经让我们学习真正的取水的时候，若见流神，当愿众生得善益欲，洗除祸垢。是我们了解到法流的智慧，我们看到整个太平洋的时候，若见大河，当愿众生得遇法流，人佛智海。我们每一个桥梁，我要从太平洋，我要进入到印度洋，还有里面的台湾海峡，每一个区块，我们是否都能够让它融通，就像血气。若见桥道，当愿众生广度一切，犹如桥梁。富贵就在华严。